这些尸体是什么？妖灵死亡时，他们的身体都会来到这里，随即沉入忘川河，以自身为养料，为整个妖界提供灵力。这是他们留给妖界最后的温柔。那如果你也走，也会到这里？你心跳怎么这么快？这儿就是妖界。我们时间不多了，一定要在三星连日之前到达风暴之眼，拿到六道天书，这样你才能成为判官。三星相连会怎么样？长生，修行大成，妖界除了判官，将没人能与之抗衡。妖界也没有你说的那么美好。他们的意识都被长生吸附在六道天书之上。树灵转世后，长生利用自己的元神加固风暴之眼，使一众妖灵更加混沌。先不说这些了，妖界小镇之中的灵气很重，不利于赤霞追踪。等我恢复元气，就立刻去风暴之眼。好。这些行尸走狗就是你的同类，他们的意识都被风暴之眼控制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就是用自己的心血供养功德石，然后奉献给长生，以为这样便可成仙，殊不知是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了大妖灵长生。长生已经法力无边，妖界独尊，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做？贪念，贪念使他不断索求灵力来支撑他神明的身份，一旦六道天书破裂，风暴之眼便会扩散，妖灵的意识也会回到他们自己的身上，长生的统治就会覆灭。这就是他一定要杀死我的原因。
奶奶，奶奶，那是一个没能长大的妖灵小孩子，他虽然失去意识，但却保留慈爱本能。奶奶从前也如这般照顾我，舍不得我受一条委屈。你怎么哭了？原来这就是眼泪啊。要不要紧？来，以前的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？妖界有永远不死的耐冬花，有五光十色的树，有无根碧绿的青草，有永世的祥和。每当你无法想象，放心吧，我这就去取六道天书，把昔日的妖界给你变回来。那我就哪儿也不去，就守着妖界的美景。
那我就舍着你好了。你可别骗我。我可是大判官，怎么会骗你这个小小的妖灵呢？你要不要紧？我们快走，这下马上就要追来了。可是我们去哪里？我知道一个地方。这里面没有藏身之地，这不是自找死路吗？此处是降生洞，是赤霞眼里妖灵降生的污浊之地，他不会进来。他一心除掉你我，若是追了进来，就没有可逃避之地了。这里不能使用妖灵法，咱们反而会有一战之力。你还没有告诉我，在镇上你为什么会落泪？你还没见过人间的繁华模样吧？此间事了，我带你一起去人间转一转。人间有百戏杂耍，万里河山。我做了一个梦，梦里你不再需要我了。可是当我醒来发现，还好只是个梦。我答应你，等我取回了天书，便带着你去左边万里河山，听万千风声，看潮起潮落。生于斯，死于斯。这个降临低贱妖灵的洞穴，就来做你们的葬身之地。低贱妖灵，赤霞，你根本不是什么仙人，你与我一样，都是从这洞中降生的妖灵罢了。本座天生仙胎，怎会是妖灵？长生也是妖灵。他不过随便捏造了个身份，就骗得你死心塌地地为他卖命。你敢污蔑师尊，受死！Yeah!
我到底是仙还是妖灵？这儿说什么胡话，你是天生仙胎，自然是仙。树灵可曾聚会？师父，我想升天成仙。胡闹，你是仙何惧？师父，我知道你听得见看得见，只是你不想听不想看。师父，你往常说过，仙人纯净无垢，妖灵低贱无秽，师父您看，我跟他们的血是一样的，是一样的。你骗我骗得好惨啊，师父，你骗我骗得好惨啊。我赤霞愿自毁身躯，不入轮回，三为流萤，共奉之妖界。就是风暴之眼，妖界万千妖灵异事都被困在这里，六道天书就在其中。我真的能救他们？只要你能拿到六道天书，恢复判官真身，就能让我们脱离这炼狱。好。哎，你现在还动不了风暴之眼。变。
没有恢复真身，逼自己也没用。转世判官，你进不了风暴之眼，还不束手就擒，本尊我可饶你一命。老贼，你不是汉奸，那本尊就给你们个痛快。知道，剩下的事情就靠你了。你要干什么？妖灵的命数早已写在六道天书之上，那一晚我已经看到了自己的结局，那不是梦。我要怎么救你？耗尽灵元助你与天书合体，是我命定的结局，不能再陪你走下去了。妖界的重生之路只能靠你自己了。别走。
唤你。三星俱厉，灵元自生，六界唯我独尊。妖界第两万年，陆判执掌六道天书，除长生，众妖灵回归平和，一切如旧。白通义，你看到了吗？
我们的妖界回来了。人性本善，万物皆为一体，世间的一切都是善本固源。如兄保重。食一碗人间烟火，饮几杯潮起潮落，人生何苦问西东，莫如西去眼前人。讲完最后一个故事，也是我最后一次见他。两个心莫非上天有白同意，我替你走过了人间的万里山河，看过了潮起潮落，听过了万千风声，哪怕再也见不到你又何妨。爱你一样的爱着世间万物，你一直不曾远去。我知道只要你还记得我，我便永远会消失。你感受到的世间万物都是我。